来了来了，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1年12月4号，彰化站彰化站，17:30。哎，不，说白了是2042次哦。园林发车，进入三线，看七堵。对，九百行区间开车，盈利收一下四两面左右，九百行区间开车。九百行区间快，在彰化站十里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哇，怎么那么多？快上车，上车，快点，快点上车！911区间快哦，啊，知道大家的位置也可以了。我下面干嘛专门偷偷电我们大家？2012次园林发车，行吗？三线看啊，七堵，超值盈利收益要三分钟，然后九百平，911，因为快车在彰化站停了。我赶紧再来见爸爸。哎，我这样先放着好了，等一下。现在35分才看，36:36，那对啊，等一下，17:33，不然直接跟老板。谢谢大家。